不会这样，我去告他，只有一点点问题。好，技不如人啊。哎、欸，是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哎、欸，小姐，小姐，你输了。哎，对啊，当初说没有，他就这样讲，就是这样讲。啊，你五万八，我们赌博了，不然要找冠军的。总平均八十五呐，保送两个啦。那今天练哪里？啊，二十几个八十五，今天那个篮球很强的南山啦、啊，对啊，强速啊，强速是不是很强的啦？对，江苏，我们那个美容师，他妹妹才刚。